好，那八字转印项链，刚刚有讲过八字单一的字嘛，哈，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哦，把它需要的字，有的人他是缺好几个字嘛，那如果你把他缺三个字，不想带三片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把八字缺哪几个字，哈，把它好都把它好，譬如说缺三个字，就把三个字镶在上面，那一样可以。带在身上就可以针对八字的需求，有的人是缺三个字，有的人是缺一个字。那如果缺三个字的人，我们就可以用三合一的，好，这个商品，然后能够解决他的需求。啊，比如说，哎，子丑寅卯的子是针对他的婚姻，那然后再加一个甲，是针对他的财运。论出来是不好，那我们当然就可以推荐他。你如果不要带三片的八字转印金牌，你就可以干脆就是用这个转印项链哈，这个转印项链。哦，命卦也有三个字的，那八字也有三个字的哈。